我昨天咧聽楊牧師的敬拜，跟住楊牧師的帶領敬拜，咁我就諗住楊牧師講，如果你全心全意啊，成個人投入去敬拜咧，你會遇見神嘅。咁我記住楊牧師同我講呢句話咧，昨日朝早我就放低一切嚟敬拜。朝頭早咧就我好多事要做嘅。後來我話主啊，我好想喺度敬拜你。然之後咧，我就諗到頭天晚黑我睇咗十幾分鐘嘅視頻啊，然後我就覺得好似犯罪咁樣，我就喺度禱告神啊。即係嘥時間嗰種犯罪。嘥咗十幾分鐘時間去睇嗰啲視頻，即係嗰啲連續劇啊，我就覺得好對唔住神，我就同神認罪悔改，話神對唔住，琴晚黑浪費十幾分鐘時間。以後要怎樣改變這個問題呢？我不斷祈禱，不斷問。當時呢就有一個意念和福華出來給我看到第一次呢就是三個字，就說主召你。我就問主召你是嗎？呼召我主呼召，主呼召你，說主召你主，即主呼召我的意思。然後我說主啊，還有我啊，他說看主，意思就是我成日看住神，冇看住嗰啲視頻。哎呀，我啊覺得主你肯定是原諒我啦。哎呀，我多謝你。咁我得到呢兩句話咧，我就覺得好安心嘅啦。我就嗱嗱聲去煮飯，去整餸。整完餸之後咧，就落嚟聽課。然之後咧就第二次，大概十點鐘左右，阿葉牧師咧又喺度彈琴敬拜。我又開始全心投入喺度敬拜。因為頭天晚黑咧，我嘅心係好憂傷嘅，長期嘅時間嚟咧，我都係憂傷嘅。我經常問神啊，你喺唔喺度啊？好似我帶領大家嚟學習嘅時候，我話神你喺唔喺度啊？當我去呼召大家嚟學習嘅時候，我又問神你喺唔喺度啊？我尤其是出席到而家，我一直咁問，都冇咩答應嘅，冇咩回應嘅，即係感覺到佢都喺度，但係冇咩特別嘅經歷啊。所以我經常問。昨天呢我葉牧師在那裡彈琴在那裡敬拜的時候，我就親自提到神了，真是神出現的。他呢就伸隻手出來，他說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你。你黑埋眼是不是其實他是開眼望著你的？即是我看得到的，我不記得我當時你是黑眼，但他是開眼嘛，是不是？我當時是黑埋眼的，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說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你，這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就是我一直在這裡看著你然後呢第三句話就是說我會大力的將我的能力、智慧和全部充滿你的智慧，是嗎？智慧，智慧。然後呢我看著神對著我笑的個樣子是有點朦朧，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是神，即係我覺得神咧係出現咗嘅，呢種情況咧係好少而撞到嘅，因為我經常問啲神你係唔喺度啊，我覺得好似好無助嗰個情況啊，但係都冇答案嘅。琴日葉牧師敬拜嘅時候咧，我就得到呢個答案，然之後我就發自內心嘅開心啊！琴日先瞓咗五個鐘都唔夠，但我好有力量，即係我相信咧係真實嘅。然之後咧，我就諗起。是前排時間，我又撞到一件非常之大的事，大到咩程度呢？我的女兒又嚇到，哇！幾日都瞓唔著覺，我老公又好緊張，差不多嗰個打擊咧，就令到我好似冇辦法繼續服侍神啦。同埋咧，有好大嘅問題出現，即係我又好驚，但係啲同工又好驚，驚到嗰啲手都震曬嗰種。我就去禱告，我禱告神，你喺呢度啊！我好需要你啊！但都冇呢個回應，但我哋就一幫人，我帶住佢嘅禱告，主啊，俾我睇到你，我太需要你啦。咁嗰次禱告咧，就真係又睇到神出現嘅。我睇到神又係伸出一隻手，佢話：我係一手遮天嘅神。呢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就係、是、魔鬼嘅黑暗勢力係我嘅腳下。第三句話咧就話你係我嘅。翅膀鹰侠，
即係我係佢嘅翅膀嘅蔭下，我喺佢翅膀蔭蔭下。啊，翅膀嘅蔭下，哇！得到呢三句話之後咧，後嚟咧就我嗰啲好似驚禱告之前嗰啲嚇到，個個都心驚驚嘅哦，全部都釋放曬，即係就冇驚啦，即係大家就平安啦。然之後咧又喜樂，就知道哦，其實神喺度嘅。第四句話佢話。你只不過演戲，即係話雖然呢件事係發生喺你嘅身上，實質上咧唔會壓喺你身上嘅。即係我係經歷一下，實質上神喺度托住嘅。譬如我教哥係咁樣，我就將呢四句話咧就同我啲同工講，咁大家就哇好釋放，哇原來神都喺呢度嘅啊！但係嗰陣時就覺得神喺呢度，但係我冇感覺到哇佢係好親近嗰種哦。昨日朝早的敬拜咧，我覺得神真係喺呢度啊！佢伸個手出嚟啊，對住我講呢幾句話，所以我好長時間嘅嗰種壓抑啊，我成日諗住話我等到幾時先有錢嚟奉獻啦、啊？即係就係經濟方面等得到獨立啊！我心入邊係憂傷同埋有壓力嘅，但係昨日咧我聽到呢幾句話之後，我就冇曬壓力啦。因為神咧就喺度睇住嘅，即係佢盯住我嘅，佢從來冇離開我嘅，咁我就好開心，發自內心嘅喜樂。以前咧我成日提到葉牧師啊飛啊飛，即係話發自內心嘅喜樂，我感覺到係真嘅喜樂嘅，但係我就冇辦法真正嘅喜樂，我都覺得我幾時先能夠真正喜樂啊？咁琴日朝早咧，我睇到神真係顯俾我睇到啦，我就發自內心嘅喜樂。即係我就以前嗰啲憂傷啊、擔心啊，乜嘢都冇曬噶啦。我覺得啊，反正神一直冇離開過我，我唔需要去諗更多嗰啲負面。啊，我係一個好好強嘅人，我成日覺得我俾人哋我就好舒服啊。但係咧，人哋要嚟俾我嘅時候咧，我嘅心就好憂傷嘅。所以琴日見到神嘅時候咧，我就冇曬憂傷噶啦。所以我就哇，好釋放，真係發自內心嘅。晚黑瞓覺嘅時候都有諗到神，話我一直都冇離，我從來冇離開過你，我一直睇住你。呢兩句話俾我十分大嘅安慰，啊！所以做好多嘢都唔覺得攰。感謝神，感謝神。嗱、啊，有一首先你講一句説話咧，即係之前嗰個經歷啦。耶穌話你即係好似演戲咁嘅意思咧。嗱，我攞到咧就係咁樣啦，即係好似嗱，譬如有人演戲啦，佢譬如俾人傷害、俾人打，但其實喺佢係演戲嘅啫，其實佢冇真係俾人打嘅。佢感覺好似經歷嗰樣嘢，但係咧實際上咧係冇俾人傷害嘅。係啦，所以嗰陣時聽到呢句話嘅時候咧，大家就開心曬，即係大家就釋放曬，因為神喺度嘛。但係嗰次嘅感覺咧，神同佢唔夠呢次咁強，呢次係好強嘅。咁即係神。啊，如果唔係咁強嘅話咧，我都仲係嗰種。優先嗰種，但因為我有咩委屈咧，我唔可以同你講嘅，因為大家都係同我訴苦嘅。我有苦，我再講出去，咁仲唔好嘛？感謝神。但係琴日即係神，我肯定係神顯示俾我見到佢嘅，佢醫治我長期以嚟嘅問題。因為我神，神你係咪喺度啊？你係咪喺度？我係咁忙嘅。咁琴日咧，神就話我從來冇離開過你。即係呢個問題，我問咗差唔多幾百次，差唔多成千次啦。琴日就回答我啦，所以我就好大嘅安慰，因為我好希望我係真心服侍神嘅，我好想好想知道神你係咪喺度。琴日佢就答過我，從來冇離開過我。感謝神。哇！我就好開心啊。多謝天父。即係發自內心嘅喜樂啦。以前冇做到發自內心嘅，以前嘅喜樂都係好似好勉強嘅啊咁樣嘅，但係心入邊唔係真正嘅喜樂嘅。多謝天父，因為壓力太大。琴日之後咧，我就冇曬噶啦。好似神一陣間攞咗啲壓力，同埋啲憂鬱。咁就主可以好開心，好開心啦，完全放鬆曬，交曬俾神。多謝天父，感謝天父。